其实当然很认识的，佮特别的趣味样样种，数位强粗的对佮当人来讲无嘛特别。唔过台中新山的芦笋案，则将伊呢看作保养的。过二十年的时间，芦笋案陆续提种各种保健植物，引起也对本地的两分地都更加有七家档的。好植物好多空黑的意，也很多年来已经是牙医的药，在一些路没感觉不判的，因真也得强粗的路冲一个艺术收藏形容。你好，看到这个演戏，有高天天的手，当快的草坪，欢迎吃菜的六头鸭，更加有太平的水生植物。唔知个人很老都系呢个植物节，其实咧罗树兰打错将去二十年，将有个成绩。哎，你阿咪所以讲，本来做葡萄园啦，做平地啦，所以讲现在料水饺哈，等于发土哦，种了条水上的草的，哦，俺如果听到叫黄的，再比做啊，因较台湾较分散有一种，转来集中吼，但唔会讲。本来的故事园在罗秀兰的设计之下变成水生植物区，头两个日出一幕，外行人可能知道无乜解，不过山东是罗秀兰的宝贝。较长吼，咱如果种较多东西啊，那规山就是伫做水饺，搭条树的就啊，较特别伊，毛背较毛的，因此都种了这。日本的收藏家收藏古董、书法的这种艺术品，罗秀兰讲自家也是收藏家，是个项目满足的植物。树叶都爱顺吼，但唔要摔到水桥，啊嘛爱水桥啊摔到水都打松脱啦。像现在地杯啊，安尼出几多种诶？一种啦，吼，两种啦，三种啦，乜鬼都，像那一种都无相关，所以讲，那从头爱顺啦，输业的啊。今天是讲起个延期，今年看来啊，用拍几廿年个时间，又爱当作用心托地拜。举例来讲，像个水饺的部分，除了输业爱钱拍，维持均衡发展，国开重要。那机会冇个呀，所以绑得个铁啦。哦，上铁多嘛，绑来。嘿喏，啊冇上铁多机嘛，水桥嘛要石多啊。五十六岁个罗顺安，系苗栗草桥人，后生时到台中太康做农，为下出车祸，身体状况无法度做按出个事，所以改种香草，冇想到种香草了后。就遇到各式各样的植物，遇到了了草木，十八年前还搬来新社。那边气候较无强，较好，因恁物个蔬菜草啦吼，树个爱种，树个爱浸个，较有同样无强款的蔬菜当种个起来啊。了几啊年来，罗秀兰投入个资金有几啊亿，未来就会了条植物。可能就会因为同件当作收藏品、艺术品来看，所以外人当然理解其怎么解无暗面。看到东西，网友现出上爱种啊，哦，啊网那一树啊，我出去摸摆哦，那个树都哦那种诶，你话网友哦，千分利啊。啊，所以讲见树、见种、见多，啊是提出来见法，啊无就无那种诶啊。按你的讲法，还没像一个收藏家把图保留好，所展现出来的优越感。另外，为了将同培育经验为个宝，罗秀兰的人气实在讲是一年健康态。本来是两分啦，八十一年两分啦，俺了是差不多有七甲皮啦，嘿，俺所以讲现在种东西哦，俺种毛啦，俺是跟买跟种啊嘞。罗秀兰的人气地板含有一项特色，就是有四千万种的香草。纵然其还是因为当下种香草得到新农药。
因那几啊千年的文化吼，无失传啦。哦，啊，因说讲安尼，哦，种啦，啊，都较着朋友啦，就这啊太家来研究啊。此时就托庄下太寒，对抢草特别有兴趣。每下时间开始种抢草了后，想发现民间抢草的名堂乱，所以几个天专心研究。因抢草虽讲哎，伊咧种条讲一款名，啊，因说讲达款咧伫种吼，啊，所以讲哦啦，哎，弄那上个四月来讲这么准啊，那讲哦早诶晒早诶，我同伊讲上到样诶，看唔是啦，硬毛啊。当初自家也同一班人抢款，当到抢草拢唔是，外种也唔得要量，唔过老孙来了解，再开斋就话要收获。哎，从伊问人啊。因唔知诶，因说上网问啦。哦，啊那错嘛个名啊，啊样个样，因说爱上网问。哦，较敢问敢学书较夹啦。一般人讲得出名个抢草，也系树。托罗树两个人气地位，差唔多拢潜得到。实在讲系细细彩彩个植物博物馆，实在有了下个规模，可解就会唔认输个精神。啊，以为同事在讲哦，较高山诶啦吼，啊，伊要开船诶啦吼，因就千百种起来，啊，因所以讲啊，千两一种，哦，啊，你啊那讲去挑种了十批，外了这个补三条安尼，种到上，哦，所以安尼啊三万种啦，哦，啊，今天讲千多东西，唔好讲按简单一摆就种起来啊。除了三万培育植物。罗秀兰还同演员的抗炎感染来，所以自己人气就像一撮工人。有输的时候有石头来推啦，好安尼真唔会安硬啦。不过罗秀兰的工人，你下日本亲戚朋友来参观，抢手也只提供学术单位研究使用，并无开放本一般民众。所以讲开放的时间吼，几万人是差不同。棒啦，扎啦，乜鸡啦，吼、哦、啊！人都人抓的以为东西吼，那较有人的行业是种唔起啊。人生是经过生死关头，罗秀兰对住名利早就看破咧。就像当初朋友劝佮，完全唔种经济作物，佮总系用文化来做理由。俺戆种个也冇好事，唔种种漂亮行业好事，啊！人说讲，佮啥佮啥看法啦、啊？人都唔咩讲，我如果熟都好，人是讲啊，那对文化啦，哈，对佮啲东西啊，保留啊。见条件更加困难嘅种植技术，罗秀兰将自家天会系植物园园长，然后大车脚行到园区地板，感受一点一滴大草嘅成果。对佮来讲，呢条植物唔单止代表文化，甚至系佮生命嘅传播。以上录起一礼拜嘅客家新闻插枝，感谢大家嘅收看，有乜嘅意见也算自信，也分享大家提供，我们再会。